我是刚刚联合党的112年了。12月20号，瑞芳洪家路14:08，头牌车是750的车祸里哦，在洛阳站立吊车 ，R174大奶奶头。750的时候，还其他来好像瑞王站内吊车，好像要挖过去了，要开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10:09，12月20号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